澄海老水狮头，我都是属于十大名菜之一。金香肉汁鲜滑，咩叫全鹅拼呢？鹅头啦，鹅颈啦，鹅翼啦，鹅脚啦，鹅肝啦，鹅肾啦，鹅肠啦，鹅蛋啦，每一个部位都有，极之受欢迎嘅。我是何正儀日日香的出品負責人，香港呢就是2019年12月底進入第一間黃寶店。我們現在普通賣的呢就賣緊嫩鵝，口感呢就比較鮮嫩一點，鮮滑一點，適合那些後生仔或者老人家都吃到的。潮汕滷水獅頭鵝呢是潮汕的老味道，傳統口味呢就比較重的，咁啊變咗落咗香港咧，香港啲人咧就會比較適合口味輕啲嘅，淡少少咯。我哋嘅配方咧比較甘香醇嘅，食到個本身嘅鵝肉嘅鮮汁味，有鵝肉味，肉汁好濃郁嘅。製作過程咧就好複雜嘅，好繁瑣嘅。老隻鵝啦，從頭到腳會處理過嘅，鵝入邊嗰兩抽肥要挖乾淨。滷湯咧就每日就現調啦，跟住滷湯開咗啦，滾咗之後就會按每一隻嘅配比落去調料，尾調好啦，全部我哋會係俾一隻竹籃壓住佢，將只鵝咧就會浸落個滷湯嗰度，滾咗之後咧會係中火整佢半個鐘到啦，然之後咧調最細火，慢火浸浸一個鐘頭，夠鐘啦，啲鵝睇夠唔夠新，我哋會用鑽嘴。篤篤佢啦嚇，即係完全好腍啦，冇任何嘢收曬身啦，冇任何啲血水啊或者嘢飆出嚟，就證明只鵝熟噶啦。跟住封翻層油，鵝香油係我哋自己秘製嘅，好香嘅。鵝片飯啦、鵝肉飯啦、鵝黃飯啦、雙片飯啦，上班啊或者趕時間嗰啲人咧就會快啊，係嘛？又好味啦，係嘛？咁又食得飽啦，又實惠啦，又新鮮。啱啱好撞啱疫情啦，咁外賣都好多嘅。咁啊，疫情之下我哋都做得幾好。咁日後咧，我會好有信心在香港將佢承傳落去嘅。